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老罗。有粉丝朋友啊，在我的视频下方说，老罗按照惯例，你是不是该拍个片了？我在想拍什么片啊？哦，我突然想到啊，是我以前是每开一间新店，我都会拍一个长视频。好吧，咱今天按照惯例拍一个长视频 ，Let's go。不过今天这个视频呢，一开始可能会比较伤感一点。前半部分呢是比较伤感哈，后半部分比较欢乐的。为什么伤感呢？是我的一个朋友啊，很多年的朋友呢，他要去澳洲了，对，要移民到澳洲了。他跟我讲这件事的时候啊，我就问他了一句话，我就问：你走了，我的命怎么办呢？为什么我会这么问呢？因为他是帮我整脊的啊，我腰疼啊，哪里疼啊，都是他帮我弄的。哎，每个人出去的理由啊，都不相同。我们因为每个人的家庭情况不一样嘛，所遇到的事情也不一样，需求也不同。走吧，今天呢，本来我是不准备去按的，因为我腰不疼。但是呢，我今天是为了见他一面，再见他一面，再让他给我整一整吧，跟他告个别，因为他一月份就走了。一月头就走了。哎呀，就是这位先生要走了。哎呀，按完了，现在走了。我本来想跟他录一段视频了，我也没心情了。为什么没心情了？等一下我再说吧哈。还有一点就是他比较忙，录的话这简短几句罢了，所以。我先说一下他为什么要离开这里啊，是因为他要为自己的孩子上学啊做准备，而且他的家人都在澳洲，所以说他也要去澳洲。孩子上学在那边呢啊，确实挺便宜的，大学才3000块钱啊，因为是本地人啊。在这边的话，大家知道啊，这边有一个硬伤，就是大学，华人上大学的名额比较少，你要上的话就得上私立学校，私立学校很贵啊，马来西亚私立学校。这就是他的原因了，没其他的。如果说不是因为孩子，他可能也不会去澳洲，他也会继续待在这里。不过每个人的选择呢，我们都是尊重和祝福的，对吧？大千世界各有各的问题，各有各的需求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现在要去店了，到店里面我再跟大家讲今天发生了什么事儿啊，一会儿见。好了，我停好车了，我现在已经进来 TRX 了。TRX 的停车场还是比较方便的。也好走啊，也蛮大，进出口也不是很堵的。要来我们的店呢，要从 C 的这个入口进是最快的。我给大家看一下啊，全程给大家拍摄，我给大家说这个路要怎么走。这边很多停车位，非常多。反正你见到 C 就对了，它那个 C 呢，柱子上也是有的啊，柱子上也是那个 C。对，然后走到这里呢，其实你不用上这个了。你上这个就好了，我们中文这个叫扶梯哈，在中国这个叫电梯。当然了，有时候大家统一把这个叫电梯。那上来呢，应该就会看到华为这间店，然后旁边是帕迪米。不用往这边走了，直接往右边走就好了。三星啊，华为，还有这个 T-Life 前面，看到没？然后这边呢是富扣小贩中心，但是这里的小贩中心是比较贵的啊，一般都是20块以上的，因为这里的租金很贵，这个我也理解了。然后这间店还没开，但是目前来讲，有时候晚上我们在这里开会啊，也没见施工，所以也不知道这间店的情况。然后这边那个 Boots 呢，他是喝那种水果茶的，还不错，是水果茶，不是水果茶，是果汁儿啊，还不错，好了，这边就走到我们的店了。我们店的上面大家看到了没？很丑啊，这里。现在这个商场呢也一直想办法在解决这个问题，但是一直也解决不到。他这里呢应该说是把它封顶的，对吧？因为这么高档的商场，让我们用料全是用高档的，旁边裸露这一块好丑啊！而且它上面这个
哎，不想说了，没有眼看了。那这里就是我们的店了。不是卖什么的吗？这个就是火锅杯了，就是你把你的汤底选好啊，汤底选好，麻辣、番茄、酸萝卜选好以后呢，再选你的料，我们会把料呢煮到这个汤里面，就会变成一碗这个样子。然后里面呢是有水，还有主食，那主食有泡面，有米线，有饭。那我们有素食，这个全素食的。然后这个呢都是鸡肉啊、牛肉啊和羊肉。然后这个是我们手做的鸡肉丸，非常好吃，这鸡腿肉。然后还有青稞，鱿鱼花，就很喜欢吃的。那 premium 的 dory fish 啊，我们 dory fish 没有那种土臭味哈。还有虾滑哈，我们手做的。啊，手工做的，还有大虾。这个虾呢，你看我们写是 L size 啊，其实是市场上常见的 XXL size， 就手掌这么大的虾。但是我不喜欢很夸张嘛，哈。然后点单呢，就是，点这个，不要扫描这个，你外卖才扫这个啊。你要是在堂食的话呢，你就，扫描桌子上，找个地方坐下来，扫了给钱了，然后，这边拿出菜啊，这边拿餐，然后吃完了。什么都不用管，把东西放那儿就行了。啊，这个就是我们的店，很小啊，小店小店小店。刚才停电了，停电呢，因为一般我们中午的话就排队排蛮长的。不过刚才停电了，郁闷。也就是为什么刚才我本来想再采访一下我朋友的，也没心情了。一大早停电，而且我才开业几天呢，开业七天就停电。不过他们来解决事情的态度是非常好的。他怎么欧的啊？你要选套餐的话呢，你就选这种combo， 啊，就是套餐的意思。然后选择你的汤底，选择你的汤底，选择你的食材，然后选择你的水哈，这个写了一点反，应该这个是放在上面才对啊。先 scan QR order， 然后去我们这里去拿餐就可以了哈，去这里拿餐就可以了。然后叫号呢是在这里叫 ，OK， 哇，这边商场好多人呢，啊，这边是喜茶喽啊，我们喜茶隔壁，因为一般，人找不到的话，我们都说喜茶隔壁，因为喜茶牌子大嘛。然后再换一个方位给大家拍摄一下，这对面那个饼干也不错吃的，过来如果说你有耐心排队的话，也可以排着买，很好吃。我们厨房看到外面的景色是这样，刚才我们按了叫号机，现在没有人来拿哈，再按一遍吧。462，please pick up your meal。 哦，我们30号是打包的。吃拉路啊，这个系统。哦 ，new pick up。对对对。OK。他。哦，他这边又出现了问题，应该把这个字放大一点。我要跟他们说一下，因为我们刚开店呢，会遇到很多很多问题，很多每天都会有新的问题。因为我们在用最智能的系统。现在我在厨房啊，后面是最贵的东西，这一套，大家猜猜看多少钱？喂，你干嘛抖？今天有个好消息啊，我的 menu stand 到了。对，我们开店这么久还没有 menu stand。我们在门口是用了桌子。哎，我的餐到了。这个呢就是港式柠檬茶，这个在麻辣食堂也有的，但我今天叫的是番茄的汤。我天天在测试汤底，然后我的概念呢就是，你可以 DIY 你自己的碗，你的汤、你的料，你都可以 DIY。所以有 hot pot， 有 bowl， 有 way 啊，你的选择。当时我们开麻辣食堂的理念也是这样的。来，我给大家看一看我点的是什么，就是鸡腿肉片，白萝卜，这个是西兰菜花，英文是 broccoli。这边我的是一个嫩牛肉，啊，这都是我们
自己做的嫩牛肉啊，自己做的。然后还有就是泡面，泡面，今天的软硬程度煮的不错，刚刚好。好了，我要开餐了。啊，我们这里提供的免费的酱料还是一贯我们麻辣智囊的作风啊，都是没有收费的。这是我最爱的辣椒酱。然后呢，这个是辣椒仔，哇，这个很赞的辣椒粉。然后这边是酱油，如果你需要啊叉子勺子啊，这里也有的。然后餐巾纸在那边，都是免费提供的。一个字儿，真好吃。这个柠檬茶的特别之处呢，这个糖浆也是我们自己做的。其实我们里面很多东西都是自己做的，这里面买成品的非常少。因为我本身就是喜欢研究美食，我们都很喜欢的。人家说喝这个柠檬茶有一种喝啤酒的感觉，因为这个泡沫啊。其实我本身呢是以前是不怎么吃番茄汤的，但是呢我就想调一调我自己都爱吃的番茄汤，所以我的汤底呢，我的第一个要求就是我要开胃。我的任何汤底啊，包括你去麻辣食堂喝，第一反应就是当你没胃口的时候，你喝一口我的汤，你就会开胃。大家去试试看。真好喝。好，刚才我在喝的就是这个啊，港式柠檬茶。我在里面没有放港式，我说名字朴实无华，内涵呢有内涵的。然后这个炸鸡也是非常好吃的啊，炸鸡卖完了，所以我点不到现在。这个炸鸡呢是我每天新鲜做的，所以说卖得很快，限量的，就尽量以后能做成不限量的最好。然后这个呢是糍粑，拿这个糍粑呢，它的糖浆啊也是我们自己做的，这个糍粑也是我们自己捏的哦。这个也是它的粉啊，这些裹的粉呢、啊、都是我们自己做的，我们新鲜每天调的，还有它的酱啊，这都是自己做的哈、啊。我们，然后这上面呢，你看的就是火锅杯了，有三种汤底可以选择。然后这个是冰粉，冰粉这个我们自己做的啊，从冰粉到里面的花瓣呢、啊、都是手工扒的，然后这些花都可以吃的哦。还有就是它的糖浆，桂花糖浆也是我们自己做的，非常棒啊，非常。强烈的建议大家尝一二三四，就是除了这个火锅杯以外啊，尝这四个非常棒。如果呢你想吃一点点辣，但是又吃不到很辣，就是这样，你看辣椒油啊，辣椒就往你的任何的汤底啊，番茄啊，酸萝卜就倒进去就好了，然后搅一搅，搅一搅，它就会有一点点辣味了，因为这个辣椒酱不是很辣的。这样你又想，你又吃到这个番茄的这种酸香的味道，又吃到辣椒的味道，赞吧。你好，不好意思打扰一下啊。您点的是什么呀？这是冰粉。冰粉啊，桂花冰粉是吧？您觉得好吃吗？很好吃，这是第一次吃冰粉，真的很好吃。您还点了什么？很多惊喜，很多很多惊喜在里面，好像很多不同不同的水果啊，山楂是吗？对对对，还有荔枝。对，都说对了。嗯，我们还点了麻辣汤底，还有酸萝卜。这么光？关门了，他超喜欢。喜欢吗？麻辣？喜欢，喜欢。还要吃吗？还要 ？You want to eat again? Yeah.OK， 好，欢迎欢迎。这个是，这是这个糍粑，糍粑，糍粑，对对对，糍粑，好好吃，脆脆，好好吃，真的。这么英文名起的叫 rice cake， rice cake， yeah， it's very nice， very nice， very nice， it's very crispy， 对对，而且这个酱哦是我们自己做的。包括这个酱也是我们自己做的，桂花酱啊，对对，真的很好喝。这个是什么呢？它是酸菜啊，酸萝卜汤，对对对，喜欢。我们已经真的喝完了，我女儿有点害羞，所以不看镜头。OK， OK， sorry， 欢迎你们再来，谢谢谢谢谢谢，一定会来。拜，好可爱。嗨，朋友们，现在我在后台，咱们的台下
来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，解释一下，如果说不用 QR 的话，你怎么点单？我们是有手写单的，就是你要点那个 combo 的话，就套餐就点这个，单点就点这个啊，套餐比较划算了啊，然后我觉得五个比较划算了。一般我们的食量啊，我啦，我是吃五到六个男生。那么选了套餐以后呢，就选你的素。那么啊，选汤底，如果你不吃辣的，我推荐酸萝卜。当然啊，小白豆也很好吃的。总之不好吃的东西我不会带过来的，所以我都想推荐。好，接下来呢就选这个米饭啊，还是米线，还有韩国拉面。这个米线是这个米饭是那种日本大米，圆圆的。接下来的就是一个选水了。这个水呢，如果你选这个每日饮料啊，冬瓜茶呀，这个是不加钱的，免费的。不是免费的，是包括在套餐内的。那如果说你有这个八戒的话，你可以选这个 Ice Lemon Tea 啊。Ice Lemon Tea 呢，名字朴实无华，但是真实的内容低调内涵。那么再接下来呢，就是那个 Ribena 来记啊，这个荔枝 Ribena Soda 水，哇，超级赞，老铁啊！那就是我们的小吃哦，小吃之一就是甜点呢，这个就是这个什么嘞啊，就是桂花冰粉啊，非常好吃，这桂花酱我们自己做的。那么再接下来呢，就是这个小吃了。这个小吃呢，这两个我都推荐。其实这两个和这个必吃啊，只要人数够，这两个这个必吃的，非常不错的，经常卖完啊。尤其是这个麻辣鸡块，经常卖完。然后这个是糍粑啊，糍粑在麻辣食堂也是有的，是一样的啊。糍粑是我们自己做的，然后那个酱也是我们自己做的。那接下来就是单点了，这边是单点的小吃和水。那如果你是单点的话，就从这边点下去啊，因为你不要主食嘛啊，你不要水嘛，就单点也可以了。那么你点完以后呢，无论是单点还是套餐，就把它翻过来，然后这边翻过来，你就可以自己继续点你要吃的东西了哈。cheese 豆腐，还有个 cheese 小香肠，喜欢 cheese 的人不允许错过了啊，非常赞的，尤其是 cheese 小香肠经常缺货。OK 是吧？去过三里皮尔米火锅店的朋友就知道啊 ，cheese 小香肠经常缺货。OK， 我们还推荐哪个呢？就大虾啊，一定要尝试。而且这个 TX 租金这么高，我们的利润都比较低。你看我麻辣食堂，吃过麻辣食堂的朋友就知道，我们的东西呢，品质是比价格美的。因为我最初做麻辣的梦想就是让所有人都吃得起我的麻辣啊，我的口味的麻辣。但是呢，也不能做赔本买卖嘛，对吧？我们还要生活。它这个牛肉啊，这个是嫩牛肉，非常好吃啊，大家尝一下啊，这个牛肉也非常好吃啊，还有这个 sweet flower 啊，这个鱿鱼花很棒的，还有鸡肉片啊，素豆腐也很好吃，赞的。好，这边你可以选择呢，要葱花或者说不要香菜啊这些，你看就这个意思，就是 you hot pot you bowl you way， 就 make your own hot pot， 你自己可以 DIY 你自己的火锅的。